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WSM 环星娱乐。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看到我这么开心呢，是因为今天呢謝雪心阿心姐咧係嚟上嚟同我傾偈嘅，多謝心姐。我都好開心啊！上阿徐姐嘅訪問啊節目啊，我學到好多嘢噶。你話幾謙虛啊，係嘛？即係嚴師同埋名師出嚟咧，風範都唔同嘅。我唔係高徒，身啊高啫。嗱，心姐啊，係千祈唔好客氣，因為咧。初逢出身的那些那麼多位的我們的知道的長輩啦，現在都即對我們來說當然是長輩啦不是我們應該在你心目中呢我們都是一些即是是長輩怎麼會長 輩但是呢當然我們心裡面都有另一位是我們的真的很尊重的先姐啦、是我們的長輩啦是先姐就是啦每次都很期盼能夠見到他老人家、見他一眼都開心又健康你又很幸福啦提起初逢呢大家都很想到呢當年飲姐和仙姐是為了白蛇新傳就招這個舞蹈員啦、雖然呢我想告訴大家很好笑的每一位我認識的初逢成員包括阿跑姐啦阿嗲姐啦他們都笑自己我是舞女出身舞女出身但是其實我覺得 我會用舞蹈員即是 去形容因為那個訓練過程都非常艱苦是很辛苦的我聽說是的你聽說是因為你並不是在這一批22個演出者裡面是的因為我知道的嘛之前呢就是仙姐做白蛇新傳呢就要一些蝦兵蟹將他的條件是很嚴的、他就好像要16歲、或者以上都可以但是呢高度要5.3的就咁咪靚咯，一辣咁樣，係啦。咁但係佢哋嘅訓練過程相當即係可以話辛苦嘅，好似訓練咗2年先至演出噶。咁即係由底功開始啊，任即係腰啊腿啊，咩跳舞咧唔簡單嘅。腰腿都一定要有，冇咧你都唔靚嘅。咁淨係呢個過程啊，踢腿啊，佢哋聽講咧，佢哋嗰陣時踢腿好長噶，有50碼咁樣嘅喎。係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就因為一年齡未夠啦，二咧就未有即係個年紀啊，咁樣樣嘢都未係時候咯，係啦。所以我係由初逢明先有我嘅，係成立咗初逢明啦，先逢明我就冇啦。哦。但是不代表阿心姐沒有接受過艱苦的訓練的、因為其實是不同階段的啫。冇錯冇錯。咁啊，心姐你可唔可以講下？我哋由細到大都知道你喜歡運動啦，你是游泳健將啦，唔敢當，你是渡海泳冠軍啦，唔敢當唔敢當。你是第76代的孔子傳人啦。係啊係啊。呢、這個會唔會都令到你喺一個家訓嗰方面一早已經有咗一個根深蒂固嘅中國人嘅忠孝節義啊，或者係咩禮義廉恥嘅標準道德？冇錯，咁啊，即係我細個嗰陣時咧，就即係爸爸都管得嚴嘅。即係例如咧，即係食飯咁樣。你又要坐直，又不准寒背，揸筷子又很嚴，啦，呢啲唔知係咪都屬於係即係家教啦，係咪啊？又唔可以叉，即係飛象過河叉去人哋嗰度嘅，咁啊好多起身要叫人瞓覺要good night 咁樣嘅，係啦，咁啊變咗我都習慣咗。完全習慣咗嘅，咁啊跟住咧就係、去到仙姐嗰度咧，亦都係華光師傅啦嚇、就係、要尊師重道、飲水思源，所以我哋由細咧都係養成咗一啲即係要慎言啊，係啦，
即係樣樣嘢都要，唔可以誒中意又亂咁講，中意發脾氣都唔得嘅，即係慣咗呢樣嘢，係係。嗰、那個尊師重道同埋服從性都好強啊！係啦，因為我哋有師傅咧，我有師姐啦。呢個時候我幾大都話師妹，係啊，心姐啊，咁你又可唔可以自己同我哋講下？咁點解後來你又會得到咗咁珍貴嘅機會入初鳳嘅？哦。其實咧就真係好幸運嘅一回事。咁啊，其實我最初咧未入初鳳咧，踏足呢個演藝界應該係七歲，因為嗰陣時咧我五歲幾六歲遊咗兩年杜海泳㗎啦。咁啊，啱啱有一段時間就係好似阿扁姨白燕啊，我叫佢做扁姨啦，吳楚凡啦，即係做我爸爸媽媽七小福。就其中一個細路仔要跌落水嘅，要識游水。咁啊，當時咧情形就未揾到一個，亦都唔敢冒險啊，小朋友係嘛？咁啱啱我就放暑假，又知咁啊，製片啊孔強係我叔公，咁佢就話放暑假咧，你有冇興趣玩啊？係咁樣就踏入咗娛樂圈，就係啦，拍咗第一個戲。你反而係拍電影先？電影先，七歲。好啦，咁之後咧到十一歲咯喎，咁就當然啦，耳濡目染啦，嗰陣時嘅娛樂咧，即係我父母啊，都係中意聽粵劇啊嗰啲噶啦，咁啊，所以我好知道仙姐飲姐嘅，好知道哇呢啲真係即係 star 到不得了啊，大明星啊咁樣嘅，仙姐飲姐就喺利舞台做帝女花，咁咧又籌款噶喎。嗰陣時咧就排三晚嘅，一晚咧好似係排景啦，一晚咧燈光啦，好真係 full dress rehearsal 啦，好犀利嘅嚇。第三晚先正式演出。咁我叔公哇，我咁開心，又可以做善事，梗係去啦咁。咁我一去到，我好記得一入到去後台噃嗬，見到有一位好靚嘅咧嘅姐姐咧，就長頭髮。揾條絲巾扎住呢度，著嗰啲絲質嘅衫褲嘅，好靚好銷魂嘅一套。原來嗰位就係仙姐啦。仙姐話：你有冇學過行圓台啊？我冇啊。咁佢話：我教你啦。哇！第一步就係仙姐教。係啊，咁樣點樣行？我跟足師傅啦，未係師傅啊，仙姐咋？哇，已經真係好開心啦！好啦，咁啊，嗰個戲我係做咗個咩咧？就係清宮女嘅。原來第二日正式演出咧，我仲要著單子鞋，好驚嘅，因為你唔識啊嘛，第一次著又冇得俾你練喎。咁一出去咧，我就係好緊張啦。咁但係又好彩喎，有仙姐真係點一點都爭好遠嘅，係咪？咁好啦，又做完咗咯喎，跟住師傅就打電話俾強叔，咁吧，我叔公話你有冇興趣做粵劇啊？哇，真係梗係有啦，細路仔咁，但係你又要讀書喎，我父母又講啊，係你又要練水喎，得嘅咧，萬大都話得，係。咁啊好啦，帶我去銅鑼灣開平道，當年咧就係仙姐飲姐嘅屋企啦，有八大道喺度喎，係啦，包括李神峰啊、吳回啊、左，其實有好多個㗎，嗰陣時我都知嘢嘅，咁咪係啦，就係咁樣就做咗佢哋入室弟子啦，就嗰下係拜師啦，拜師啦，因為飲姐考我㗎。飲姐考我點考法啊？嗱，佢話你識唔識拉山啊？唔識，雲手乜嘢都唔識咁。佢其中叫咗一個師姐，我唔記得邊位啦。嗱，佢咁做你咁做啦，咁佢點樣指天，我咪又指天咯。點樣拉山，我咪又拉山咯，係咪？咁啊，飲姐話啊，呢個細路都幾得意，幾好啊。不過可惜啊，咁哇，我個心仔噗噗跳啦。可惜咩咧？咁。可惜矮一啲，因為四尺十一嚟嘅咁樣講啊，係啦，矮啲咁，但係咧，佢話好啦，練住先啦咁樣，佢唔記得我當時十一歲啫，我仲有機會高，係啦，咁所以咧就好開心啦。但係嗰句矮啲喺你嘅心靈裏邊有冇做咗一個好大嘅衝擊？就係、是、矮啲要點解咁矮咧？高啲咧？我跟住我咪。跟我爸爸講咯，我話師傅話我矮，於是跳繩啦，真係買一條繩俾我，每日跳200下，咁
當時我都是游水的，游水呢我就好彩游背泳，游背泳唔知咪拉曬啲筋出嚟，突然間扯兩年間係嘛？唔係啊，十一、十二、十三都未高，咁咧到好啦，拍李侯主，拍咗三年頭尾，我就真係做仙女，跳舞啦，真係做舞女啦，祝壽舞啊咩舞啊咁，頭尾頭嗰段同尾嗰段我條裙啊爭成真係有尺幾啊！嗰陣時先飆高，係好笑嘛？哇，唔係好笑啊！我就係聽到李侯主拍咗三年，係真係呢個故事咧。嗯，我哋唔好嘥咗佢，我哋同阿心姐咧另外辟一個特輯嚟傾嚇，因為呢個真係完全一定要講嘅一個好重要嘅經歷啊！嚇，係心姐啊，咁你不是在招考舞蹈員那個時間進去，但是你要追上你和師姐，你都一定要有那個水平的嘛。沒錯沒錯。那你期間怎樣去苦練？其實呢，原來功的東西真的不得說一招，什麼叫做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鐘是真的。我想啊，台下廿年功都要，因為點解咧？我跳舞咁簡單，因為做幻覺離人天，咁啊做仙女跳舞啫嘛。咁啊，吳世勳老師咧就即係噏嘅啫，噏個名嚇。即壁，咦？點解咁？原來咁，你唔明你點樣去即壁啫？係嘛？咁而家梗係明啦。啊，點腿反身，穿腿反身，哇！咩都明，探海咁喎。咁因為我冇練過，師姐哋已經練咗兩年啦。咁我初初咧就係好低沉嘅，好似啊點解自己蠢到咁咧？咁爭啲咧就唔學啦，因為覺得自己蠢啊，根本就唔係呢個條件學乜嘢啫。追唔上啊！追唔上，咁我覺得自己好蠢。但係諗下，咦？我發個誓，我話我得嘅喎，我可以中意嘅喎，可以繼續學業，空中意游水，乜嘢都應承。我唔可以而家咁樣，即係都未到兩個月，你話唔得啊？退出啦，咁我唔得，咁啊自己諗下，總有辦法嘅。孔夫子啊，我個老祖宗都有教，將勤就補拙啦，係咪？蠢啫，OK 噶，我努力啲咪得咯。嗰陣時就冇錄。而家好容易啦，又揾個手機咪錄起佢咯，冇咁話點咧？揾張紙揾支筆咧，哦，穿腿反身畫埋公仔，呢只腳啊搭呢只腳，即壁咧就即係咁叫即壁，咁樣就叫做乜嘢？咁樣嚟到記啦，啊咁啊好啦，譬如人哋走十個圓台，我咪走廿個咯，即係你要逼功啊！呢啲真係啦，逼自己個功要快，係因為要演出噶啦。你再係咁咧，你真係唔使講話你自己唔學啦，師傅都叫你翻屋企啦，係咪先？你唔得噶嘛？咁原來咧係唔好睇小任何一樣嘢，做樣樣嘢都係要經過好努力，要去練嘅，係啦。心姐，你知唔知道咧？係你唔知嘅，係最近咧。咁我有機會聽到你一啲練功嘅艱苦嘅故事，是原來啊，心姐係辛苦到咧鼻都撲穿埋，即係因為有一位你哋初逢嘅師姐啦，佢提起以前練功嘅辛苦，佢就舉咗一個例子俾我聽，你知唔知啊？謝雪心啊，哇，辛苦到啊，連個鼻啊都撞咗落去，唔知邊度都唔起身。堅持，因為不可以起的時間未到，冇錯。嗱，咁我就話嚇，真係慘咯咁樣。我哋嗰啲叫拜腰啊，拜腰咧就係個師姐喺度，你落地起身，落地起身，嗰啲叫拜腰嘅。咁所以咧就有，因為我哋石屎地啊，唔係下下有地氈嘅啊，咁變咗咧就一下你唔夠力啊隻手，咁一鬆啦，咪擦到個鼻咯。咁咪冚到個鼻，咪流鼻血咯。咁但係都要忍住噶。咁一樣啫嘛。就算你做呢啲定咗落嚟，未話停，你都唔得停啫，腳都震曬噶啦，就係咁樣嘅。係唔係因為嗰、那個除咗定咧，仲要持久，令到你哋造成咗一種讀姿勢要點樣先至係美嘅一種慣性啊？這個咧就係仙姐教我嘅。因為我嗰陣時俾個嫁妝戲試餐記我做嘅時間咧。咁我就好記得，飲姐喺出邊同啲朋友就打緊麻雀，咁啊佢阿仙姐就話：阿心入嚟房，咁咧就真係逐句逐句教啦。佢話：你知唔知咩叫敦煌壁畫啊？咁
啊，咁我話我知嘅。不過佢話你知誒，佢嗰種靚法係咩咧？即係你睇下敦煌壁畫，即係佢無論點樣佢都有腰嘅，好靚嘅，係咪？佢話我哋做花旦咧就應該係咁樣。你就算坐喺度咁樣，即係你打直直坐，你咁樣指都唔會靚。你咧就要即係側側地，然後即係咁樣，你先至有腰。哇！佢話敦煌壁畫嗰啲靚到不得了。咁所以咧我就記得啦。哦，敦煌壁畫嗰啲女仔。咁靚嘅咁樣咯，其實咧，仙姐咧就出名嚴嘅，但係咧，我覺得你哋每一位初逢咧見到佢嘅時候咧，到今日就算大家都年長咗啦，你哋都某個歲數啦，佢亦都九十幾，大家都知啦。但係你哋一見到阿仙姐咧，係全部變翻小朋友嘅表情啊，全部跪曬喺地下斟茶，好似即刻去翻曬，冇錯，年青嘅歲月。係啦，師傅點樣教你哋？其實大家相距年紀可能都係十零年咁，但係嗰種尊敬係喺個心裏邊泛出嚟。冇錯，因為由細到大都係咁啦，唔會話啊而家大個咗啦就唔會嘅，一樣係。咁尊敬佢，係咯，生日啦，年初一啦，任何時候都上到去，跟住師傅就好，真係好自然咁樣，好開心嘅。係師傅咧就梗係話唔使咩，我哋一定要，就係好開心。簇擁住佢坐喺度，然後大家又圍住佢，好似全部都係當年景象。係啊，我哋都即係可以話。十年如一日冇停過咯，呢啲係即係有師傅喺度係我哋嘅福氣咯，真係福氣嚟嘅。你係屬於係雪派啦，係啊係啊。咁你自己個名字姓孔啊嘛，係啊係啊係啊，係咪叫孔令福？福福芬芳福玉。嗱，一定要糾正一下我嘅，因為孔令福福係，因為最初咧，我讀書嗰陣時候我唔中意嘅，因為咧小學啲小朋友咧，尤其啲男同學啊，福頭啊，佢話我話福喎，咁咪唔中意咯。後屘我爸爸話嗱，因為你女仔，咁咧令就係一個牌嚟嘅，佢話福咧就係芬芳福玉。啊！你話幾好呢？咁樣咁成個女仔嘅名字，咁而家我就又唔同咯。我話你叫下我令福啦，咁我幾好啊，令你有福喎，係咪啊？係啊係啊！如果大家睇到嗰個寫法咧，係好優雅，好靚，女仔嚟嘅女仔嚟嘅。咁但係咧，因為仙姐咧一入去做雪派。劍派就有雪派的名字，是啊是啊，咁啊叫做雪心啊，是啦是啦，又叫謝雪心，三個字都是他交俾你的。是啊，咁我就細路仔啊，即係不知天高地厚啦，係咪啊？咁啊，我會問，我話點解唔係姓孔嘅？因為咧謝咧係百家姓有嘅。咁我又識嘅喎，知道百家姓有，咁點解叫做謝雪心咧？佢話。即是咧，感謝師傅對你栽培的心。哇！我喜歡到不得了呢個名字，我而家兩個名字都喜歡，我自己的本人的名字都很難得啦，係咪啊？七十六代傳人都很難得噶啦。咁啊，師傅俾我呢、這個。永遠係啊，冇師傅冇謝雪心噶，真係冇噶，係咪？邊個識你啫？係咪？都係全靠佢哋咁樣帶住我哋咁出身。啲人咧又即係好喜歡先至飲啫，然後咧即係咁就照顧埋我哋咁解嘅啫，係啦。哇！呢種幸福啊，我諗好多人都希望擁有啊。係啊。嫁妝戲已經遞女花紫钗记啊，已經大家都知道好難演嚇，亦都係阿仙姐開山嚇，真係。咁佢將紫钗记交俾你嘅時候，有冇講到話點解佢覺得你適合做霍小玉咧？嗱嗰陣時咧就飲姐阿心嗱，仙姐話俾啫，但係飲姐要考嘅，你做一場闖虎俾我睇啦，咁樣咁我就做俾佢睇，喺屋企做嘅啫。咁飲姐都喊，佢話阿心 OK， 即係佢即係嗰種傲氣，因為霍小玉係幾高傲噶嘛，係咪？係有一種傲氣，咁啊好彩咧，我又揀正咧闖虎啫喎。嗱點解咧？嗰陣時我未拍過拖，未咩愛情咩滋味又冇，咁又未結過婚啦，梗係。咁啊，你諗下八場戲係初初見面定情啦，係咪？
跟住好快咧，佢就已經要離開佢咯喎，係嘛？咁樣即係你會傳到消息翻嚟，咁你又好似一個棄婦咁，跟住怨婦咯喎，哇！真係～如果你沒有那個人生經驗，你是根本做不到，你是照樣讀照樣做的，那個內心的感覺那種痛是沒有的。仙姐也很有心機，花前月合，她說 那一句呢，空聽一晚雁歌聲，她你知不知道為什麼？我不知道，她說即是以前呢，即是雁就傳書的，即是你現在的信箱沒有信了，哇，這樣教我的，真是俗逐樣逐句點住出嚟，真係感恩。今日咧呢個訪問咧真係好好聽啊！我聽翻咧係話以前嘅長輩咧對於劇本啊嚇，即係佢哋除咗係背熟啦，仲要係消化、咀嚼同埋理解嚇，絕對唔簡單。咁個過程裏邊咧，你就逐句逐句教你，對你日後你自己去揣摩好多新戲。哇，那個幫助咪好大咯！係嘅，係嘅，因為師傅嗰、那個即係裝起得好啊，俾我哋咁誒。飲姐咧就係講得啱啦，佢話咧曲詞一定要熟嗱。嗰陣時咧都興咧有主題曲嘅，咁主題曲你一個人起碼唱十分鐘有多噶嘛，係咪？咁佢話如果你啲曲唔熟咧，你掛住諗下一句乜嘢，你冇曬表情噶啦。咁咧，反而胭脂巷口故人來啊，嗰啲戲咧係花旦嗰段戲咧，花殘即係嗰啲冚唪唥飲姐教嘅，係啊，我真係估唔到喎，飲姐文武生嚟噶嘛，佢教我係做花旦嘅，所以真係佢哋教得真係好好。咁你嗰陣時睇到阿飲姐教你嘅時候咧，你會唔會覺得有一種好奇怪嘅感覺？因為平時睇佢都好 man 噶嘛，係嘛？又冇喎。總之飲姐咁教我就咁樣咯，即係佢都解釋點樣三年又三年係為乜嘢啊？咁樣我咪就係聽書咯，係啊，冇再諗佢本來係威風嘅文武生唔係咯。總之飲姐，因為佢嗰陣時係時裝嘅啫，啊點樣教我就點樣聽，最緊要聽書咯。係啊，好好啊，真係。我哋好少咧係聽到咧飲姐同仙姐兩個點樣分別咧，係真係不停教你哋。細緻的那些，即係萬一有需要，無論是什麼時刻，無論是總之邊個得閒，或者係咪邊個覺得邊個適合教邊個，就會教嘅。嗱，仙姐咧就成日都講七個字：愛兒惜字敬先生。所以咧，佢當我哋仔女啊嘛，所以咧佢請唔同嘅師傅嚟教我哋，譬如坦公啦，有梁少松師傅啦，松哥啦，咁亦都係有水袖公啦，又有唱公啦，朱老師啊，黎朗賢老師啊，個個都即係佢總言之咧，佢每一個分門別類嚟都教我哋嘅，係咪？咁你讓打靶子啊，有師姐啊，咁樣你乜嘢功基本功又好，樣咧就好啦。嗰啲師傅教啦，佢俾錢嘅喎，師傅俾錢喎，唔係我哋喎。唉，你話幾幸福咧？好啦，到戲裏邊咧，佢哋教感情啦。喺戲裏邊教做手感情，就佢哋教負責即係教呢樣嘢咯。嗯，而家講翻起咧，我覺得咧。阿心姐都眼有淚光啊！啊，絕對係咯。其實是一種很出自內心的嗰種感激，同埋嗰種懷念嚇。係啊，係啊。咁但唔怕，跟住咧初逢高飛啦。嗱，初逢咧好温暖咁喺個巢嗰度咧學好曬所有嘅基本功啦。師傅亦都好信任佢哋啦，交曬嫁妝戲俾佢哋做啦。咁跟住初逢成名啦，咁啊，心姐亦都有佢自己嘅開始，佢自己嘅心路啦嚇。咁我哋咧就喺下一集咧，係繼續同阿心姐傾下佢嘅一個好重要嘅佢嘅事業歷程啦。好。We'll be right back.
又只见翩翩翠衣轻，眼睛红红，心静静。照得树更青，春风大得花更荣，叫枝叫盈盈，秋波水灵灵，醉到书生尽忘影。诗篇又跌咗啦！吓，哎呀，呢一回绝非发梦啊！朝面儿曾啊见，飞鸟儿啊曾听，前缘顺住三生石。幸得两番回见兄，非嘴道不得可。公子做乜失魂落魄，两头癫咁嘅？嘿，咪左手左脚啦。善罗你难见，仰慕寒松。誓要今番好愿能成，即使理想琼台，我亦扶摇最上天境。喂，何处狂徒，望住人家眼定定啊！路边花，堤边柳，岂合公子牵情？走啦！着桥上女流星，玉楼前乱凤影，多谢春啊夏潮又信。水如清涅平，虽则平涅水初逢，似是前生宿的精，莫笑书生狂态，我是月初真的敢问何处先知，望许我行啊背啦。卿行回大可不必立聘卡里无力，我姐姐是长安城刘春远名妓李阿仙啊。哦，原来阿仙姑娘，小生郑元和，中州荣阳人士。不必多讲，我妈妈只识钱不认人。小生富为苦运，世出名门，只要能啊上好运，岂识十咩？点心包。
早为你拍到云巅，还望高粱答你。但有好兴兴啊，兴儿啊，搬水行浪，留春远处者，环星娱乐二十周年盛世 CD 特辑，二十首盛世名曲尽显辉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首首好歌，流行各大音乐平台。相信自己，红红烈烈那少年理想。一人一经典，百听不厌。樱花树，面对他，任由他傻痴痴的记挂。风中飘水，幻变彩霞，片片枯叶落，凄美像画。别离后时刻。忆记他同度过那初夏，看落花。最想你好，在那亦一样。明日颜色虽不再合力填上，没我在此，都想你发光发亮，自由达成自己路向。总可给我注入能量，只要你留在这现场，就完全没有人给你善良。双 CD 现已全城热卖，升级靓声尽在环星。仍可照样明。